最后一首了，对不对？本来想在看节目单嘛，有了哈。刚刚这首有没有很感动？有。我们其实林老师也没有特别要求大家背了哈，只是说练了几千次以后也背起来了。因为这个都会把那个录音送回家嘛哈，而且在群组里面放出来听，不断听，听久了也会唱的，所以没有必要哈。所以想要来参加的人不要怕怕啊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莅临啊，我们是校友合唱团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不一一介绍每个团员，也感谢所有的家属到我们当中来哈，举手一下好不好？你有这个亲人在上面唱歌的，不太敢举手，不会的哈，好，谢谢。那么亲友团很多，等一下我们也会让大家照个相。那接下来这一首《窈窕淑女》主曲哈，其实是把最困难的放在最后面，才进 combo。为什么呢？它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它的情节。那我们先来介绍，她就是一个卖花的女郎嘛，她很穷，然后讲话就是英文很糟糕。那一个教授他就说，他研究她，你知道吗？就把她带回家。然后训练她变淑女的一个整个过程是奥黛丽·赫本，知道这人了哈，点头的年纪应该跟我还不会差一点。然后呢，她就说我可以整晚跳 ，I can dance all night。然后这里面有几个人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文信，啊，文信会唱，我以前常走的这条路，脚上没有特别，那她就是，她就是。他就是很爱慕他，所以常常在他家前面安尼暖暖蛇哈，喜欢当看到奥黛丽赫本没哈，他就是这种角色。那接下去是若芝，若芝就是奥黛丽赫本哈，他说他只要有个地方哈能够感觉很温暖哈，还有巧克力可以吃，他就很开心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这个阿达哈，黄达的话，他就是教授。那再讲到奥黛丽赫本的爸爸哈，就是启宽哈。奇怪，都没有人为他们拍手，奇怪。那他爸爸是酒鬼嘛，但是被教授设计之后变成大慈善家，他终于不能过单身的日子，要去结婚。可是他结婚的很不甘愿，他说今天早上我就要结婚了，但是我还是要打开酒瓶，好好喝一喝。但是最重要就是准时把我送到教会就对了，就是非常好玩的。好，这个，那么非常感谢今天的光临，我们今天。所有的曲子就到这里结束，当然你们还可以。OK， 谢谢大家。